随神殿下阿弥陀佛，师父阿弥陀佛。在修行人呢，在这个佛啊所讲啊，在这个啊，在一个七月啊，这七月中间，在一般呢，就是讲啊，在世俗讲，就是讲七月，就是讲鬼门开啊。哈、啊，是不是安尼？那咱呐，有个人就歹出门咯，哦，歹出门啊。但是咧，伊唔知影讲七月，就是讲啊，或者是咧，迄个时代说咧，官底啦，较早的时咧，就是讲七月，就是讲或者欢喜月，吉祥月。但一般不知道的，官头咧，甲吉祥月。甲尾啊咧，无甲尾啊变成讲鬼月去啊！啊，所以讲咧，在这当中有人讲啊，问你讲，你下课下较久啊？你鬼月念佛念较济无？无念一寡分迄个众生啊，你也较骨力念咧，啊无，几道众生拢开门啊，你若骨甲甲骨较用命真真来念咧安尼，啊，你就安尼安尼个，等于讲。啊，好佛咧！你爱，你若确实讲认为讲，哎，世间法讲是啊，这个月是安尼，唔好出门啊，那呢你就无了解了。在七月份呢，是最吉祥的，因为七月时咧，就咱用得念佛啦，哎呀，真殊胜啊！啊，非常的殊胜，连个囡仔大人念家安尼，这呢啊光明啊呢。佛祖啊，遮大尊，愈经愈大，愈经愈大。啊，七月咧，你若假使讲，甲当作讲七月是无好个月咧，毋敢出门，我来讲。这就是安那呢？伫迄阵呢，咱佛啊，啊，伊自闭。伫这木莲呢，为着要啊，因老母落几道作业，落几道啊，当然伊咧成阿罗汉啊，伊会当通达着啊，宿命通。你若了了后咧，伊知影讲，因老母落几道，伫咧入啊，在他咧啊禅坐当中，他就看到他的母亲啊腰咧一直歇，一画腰画腰，伫地狱中咧艰苦。然后咧，他是怎样？伊当安尼咧啊，去问佛啦，到底是要用什么方法咧，会当互我老母离苦得乐啊？我提心明，我的心通第一啦，我哪会无法度救我的老母？所以说佛讲，你若你的母亲啊，累世啊，会当啊，伊前世做下业，那即马咧受着果报。你即马物件摕互伊食咧，变成火。你摕物件食，伊火就伊的嘴就喷火出来。那鬼道众生是上可怜的，所以说在咱的凡夫心，在咱肉眼中间，咱是无法度看到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在呢，卖讲啊，平常讲啊，讲着鬼道众生，在我们平常当中呢，啊，我捌讲一摆互恁听啊，一个同参嘛，伫大陆，伊就讲，伫大陆时呢，因咧啊，你个就来念佛啦，啊，袂富气啊啦，啊，袂富气啊，来者念佛念佛上万啊，按即摆来修别较紧啊，但修别较紧的时咧。这是讲一个哦，唔是修密吼，先讲一个哈。你修密咧啊，较紧啊，速度较紧啊，神通嘛较紧啊，吼、哦、是。啊，后来呢，修到尾啊呢，最后就是讲啊，等下三年转来时咧，伊真正有通啊，通到什么？通到鬼通。啊，通到鬼通的时咧，然后呢，通到鬼通，你敢知我厉害？我已经通了，通什么？啊，我通到会当看到足侪众生诶。我看众生咧，九点的时咧，个公司个九点时咧，都就菜市啊，陆陆续续天光落人，陆陆续续出来。哎、欸，公家咧啊，到十点十一点咧，就菜市啊，密集啊，规个密集。但咧半暝啊，迄个较免讲咯。啊，我真熬通到这個，啊，你通到这要死较快啊！哎，听哦，你通到这要死较快啊！然后他也不相信。等到伊几年后咧，看咧伊皈依耶道，无生人相啊，
这就种成熟了。啊，每段搁一站呢，已经完成了。啊，真紧啊，速度真紧啊，通了真紧啊。所以说，在轨道众生呢，你甲想讲，在你修行伫善道中间呢，你要入善道的人呢，你爱累世修。你在坐修的中间，你若确实讲无修到一个坎站呢，你若修行呢，以身来讲呢，啊，在咱七过时，我怎啊先讲七过时？咱修行人为什么？迄阵佛陀啊慈悲啊，在七过中间呢，啊，真侪众生啊，遐个爬虫啊，各方面呢，拢是一米几栋落雨啊，规个啊七过时八过伊都六月开始啦，热人遐个动物呢，都规个拢出来啊。佛经诶讲，出去托钵，卖落死足侪众生啊，叫恁安住落来，好花永命精进。了后永命精进了后咧，这两个月中间，唯有修行人诶精进诶，成就了人非常多。所以佛咧，就是迄个月咧，叫啥吉祥月。啊，若讲咧，咧普渡者咧，就是啊，目前为着救老母，佛陀讲。你将啊，就所有一切的供养啊、米啊，所食的物件，啊是燃料啊，你会在布施供养啊，供养三宝，布施一切众生，非常的虔诚，非常供养。那你的老母嘞，就当得到。像这样子嘞，啊，真正这个缘具足，已经得到了。那这样配合起来的是啊，在这某人中间嘞，它是好。在这好的中间呢，啊，会感动，所以也老不得到啊。这种情形呢，跟鬼业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吧？啊，无什么关系。到尾后呢，一直演变，到今嘛呢，就是讲啊，他要足侪众生来普渡来坐呢，这个是违背我们的真实的。这就是讲一个好呢，病倒转来。伊本来业重，无法度决度，无法度超越，你阁杀下众生来造成伊啊罪上加罪，你这样的孝顺是错的。咱倒不如转倒转来，咱好好用命精进，来，互咱的父母咧累世父母讲，阁安尼讲咧，你念一句阿弥陀咧，用命精进，甲为啥发菩提心开始？在你布施啊，啊，你布施咧。哪有讲啊？出世间法，干世间法。你若布施，你发心呢？你发心呢？偏向为自利，那这样的发心呢？你是道场外啦。你若发心呢？会当讲啊，为着了脱生死究竟法，那安尼呢？你就入实性来底落啊，用这个目标来行。假使你发的愿力哪个啊？发的愿拢要输，求的发的拢是要为家己，我较好过嘞。我会当啊，事事顺利。我讲，你要事事顺利，要较好，要过安怎呢？你爱发啊，菩提心，爱发心，唔是坐咧等就有啊。咱咧发心呢，有两种发心，一种是世间法的发心，一种是出世的心，一种是佛度众生的心，一种是助力的心。那你咧发啊，发心的中间呢，你利他的心发心，从这究竟发的，你究竟，你利得多，你一定会多人，你助力你一定利他的，好、哦，这就是出世，你要分得清楚哦。所以说呢，在一般呢，你无了解呢，佛讲的真谛，伊拢是呐利他的心，然后呢，他会迈向什么？迈向到呢，我们生命观整个啊。归于生命观，整个宇宙的实相呢，跟你什么关系？你会慢慢去彻彻去了解。那安尼呢，你才有法度展现智慧，妙用在现在。因为呢，你有法度安怎呢？你有法度以究竟法来讲呢，你就第一步开始就是讲，你开始起行啊，还未生出来身，你开始起行啊，了后呢？在这啊，头前你所行的路坎坎坷坷，甲尾段你开始用你正念的心呢，以善念的心呢来开始去行。那安尼时呢，它会慢慢转换，慢慢转换，然后呢到后半段它会顿悟，啊，然后呢也慢慢走向能够了解宇宙整个圆满行，它会越来越圆满，到后半段到究竟地。这就是出世法，
所以世间人咧唔知影咧，拢一直求求诶，求我会当好过，我诶囝会当较好咧啦，求我即马生活会当较富裕，求求你倒不如来求家己。你求自己，求怎么求法？就是讲咧啊，咱即无了解，咱即马来了解讲佛到底咧讲啥物？啊，一般咧当作佛是啊宗教，啊是讲啊神啊神教论，咱就用安尼来甲看。你安尼看咧，你永远没办法看到真实。你唔捌佛，安只学佛学家己嘛，永有一寡啊神知识，不了解，我就在掺咧讲。哈、啊，你爱了解，你爱了解讲哦，我即卖今仔日咧，哎，所看一切不如意，啊，是我思想方面各方面有一个偏差的时候，我要修正。佛讲咧，你若要修行的第一步，你爱无看法。无共爱修正，你的想法呢有偏差呢，咱爱甲啊甲放下想法，咱就爱甲修正倒转来。修正念，正念是啥物？伊会甲你讲，伊讲定观定业不可转，但是我甲你转。所以命运命运的运命，佛讲的就是运命。你更加含慢的人呢，你更加含慢甲啥物？含慢甲完全像人一般人呢。你经济低加真低嘞，我跟你讲，你发心发到嘞，你慢慢增长，它会慢慢增长，增长到怎样？增长到甲咱的真实性也相应着。那安尼是嘞，你的财富呢？你的你以前所修来的啊，各种的福德因缘呢，哎，主流呢，带你去学。另加啥？咱家。你有念这个阿弥陀呢，佫会当啊入佛道的人呢，你累世拢伫佛道底行，你一定有修善业的。那安尼呢，你们修来的那些正业、那些福德因缘呢，伊拢是袂漏交的，伊也保存伫遐。你若用偏业、用邪念的、无正业的，你遐的福报伊袂显现。咱爱知影一点，来龙去脉。啊，为什么叫你讲你善念呐开始起行的中间呢？慢慢中间的甲较早缘的接着，又搁开始现啊！你免烦恼。真诶，咱人呢上惊是一直行，一直对路，一直退后，一直退后，唔知影家己行啥，懵懵标标，一直行，没有目标。你若有目标呢，然后呢，啊，搁会当了解佛的正法，佛的功德呢？他在讲出宇宙整个实境，整个生命力。你若会当去悟入，去触到这生命力嘞，伊自然现出妙用出来。你若用到这时嘞，你才知你的修行是一直超越的。你若会当去触到讲，感受到这生命力，啊，微微的感觉尔，你的妙用现前，你自然你就有法度知影讲，原来。这一点啊物件尔，互我感受着，我就会当一种起一种喜悦自在。这到底是啥物？你的怀疑哦，那安尼嘞，开始去用用命精进啊，将这个前半段只个无好的一面呐，咱会当了脱生死，会当了脱卡啥呀生死门轮回遐个门，超越它。那安尼是嘞？你的福德因缘，它慢慢提升，慢慢提升。那然后呢，你的心量啊，咱这边念阿弥陀，阿弥陀呢，它的心量是广大无量无边，整个无量寿无量空间，本来你的永恒。你即嘛嘞？你只要那念阿弥陀，就是记着阿弥陀佛的事，就是记着你家己的事，就是本来你的妙用都一当现前的，是你即嘛别晓去用呀。按即嘛都爱慢慢慢慢。行啊，咱啊，善业嘞，愈来愈增长，愈增长嘞。咱唔通贪，贪这块路程较紧无？贪这块个嗰一个方面神通嘞，会当给我看较紧看到无？啊，是境界嘞，予我会当讲，搁较有大的力量来嘞，来悟着啊，佛的真心，无可能。悟嘞啊，你神通跟啊，咱古常讲来神通甲境界嘞。和你我无关系，是一个副作用的，还是在那个划线当中，底下在超越当中，你唔当停落来啊！所以说像这样修行呢，咱爱怎样目标？唯一的目标就是说发心，
发心呢，咱发心爱发心对。安尼唔知呢，生做个死，哪做你做做就知，做就知，无目标，茫茫然然的。咱爱了解，爱目标啊！我到底为什么行？佛是什么？佛甲我什么关系啊？咱爱彻底地去了解，咱才有法度知影讲。佛伊所讲的真谛，唯一在生活当中，在每一位众生当中，他能够启发出来，是恁本来物件，你紧甲甲啊，甲显现出来。伊叫你念阿弥陀，阿弥陀，咱无法度见咱的，咱自性佛，咱甲咱本来自性的，每一工咧念念中间念念中，甲你的佛性印出来，就是把你的妙用把它展现出来，你才能够用到你的真实生命。这样你才知道，我们受苦受累，沦落这么长的时间，累世累劫的就啊，一直一直沉沦沉沦，念的修修到有一个坎站，有一个好的一面。不过呢，咱的业呢，咱的梦想执着呢，贪嗔痴呢，强过咱的正业，一直漂流，做不高度，那个真嘛？我一直教咱这神弟是讲，恁的福报大过什么？你是真富贵的人。你念着阿弥陀，阁会当啊，相信阁会当安尼行，阁会当吃苦耐劳，咱会当安尼放下身段，咱一直行，一直行。做人无爱做，咱嘛得行。这就是下掉咱的人我，咱会当行无？啊，咱一直行着。了后呢，一直修正中间呢。在无形当中呢，你认为讲我足侪毛病，也是足侪贪嗔痴的，啊你。一直在修，在修，你唔免，你修阿弥陀就好。修着佛讲的真义啊，佛所说的啊不，所有一切的真谛，我们把它拿来启发我们的菩提心。那安尼咧，你咧修行非常的通达。然后呢，在修行当中咧啊，咱袂讲啊，看无，啊是讲无痴，啊是讲各面咧在思想咧，啊是讲啊一个动向，咱的心都缩伫遐。因为咱的心呢，本来就是无动的。啊，无动是甚物？无动中间的，才会说我讲这句话中间，这气世界啊，这所有一切相啊、草木啊、甲你，拢伫你的体性内底。啊，因为甚物伫你的体性内底？因为你本来觉性呢，伊是无形无状的。然后呢，它是在这个整个四相当中，你无法度，你若开始讲无我的体体嘞。你无法度了解讲，这个思想拢是显现的，拢伫你的理体内底，伫你本性内底。你讲问者，这只条啊，伊有本性无？伊伫你的本性内底。啊，伊有本，伊有个性无？伊无，但是伊伫你的本性内底。你即马这个脚啊，这个脚啊，啊，你这个脚啊，啊，伊有个性无？伊伫你的本性内底。为什么？那、啊？你这张树啊，伊有本性无？有。啊，伊伫倒位？伫你的本性内底。你看，每一啊，整个四象的整个离体的，它都是合一的。啊，不过呢，咱甲分开啊。咱凡夫心呢，就贪着人啊，贪着咱的观想啊，贪着我的啊，这你的这我的分别较真清楚，束缚了，时间空间整个束缚了。啊，咱无法度。用咱的本来显现出来，因为咱的心量真大。一件代志呢，啊，过去就好啊，你就、提出来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一直烦恼，一直想，一直烦恼。人讲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咱这么当下的心这无量无边，这空间每一行一点一滴都是咱的本性所显现的，你就去悟这就好啊。你莫多想空想烦，想愈多嘞。愈烦恼，受愈多的压力愈重，咱就是无法度拿捏着这个真相。啊，不过嘞，按这么念一句阿弥陀的时嘞，咱就是见佛的时。啊，见佛的时是安怎？我无见着佛，规尊也无现出来。咱来念什么？是念佛时，当下心嘞，当下心是咩？你念阿弥陀，阿弥陀就是咱本来咱的佛性，一直一直一直显现，不过咱看袂着。当你念佛修行中间的你，爱愈来愈少。你所看的物件呢？贪愈少的时呢，你习性愈来愈少，愈少的时呢，这就是你渐渐会当记着你本来啊，你就会当记佛咯。
咱问咱即马到底咱有减少未？所以说修行呢不难，是我们自己肯行吗？咱会肯行无？修行未困难，有当时修行感觉足困难的。你当你一段时间，你的心拢停落来时的，一段时间你会感觉停停的时的，迄个目标呢，敢那感觉嘛未讲真来啊呢？迄阵你来注意啊，是毋是我的身心各方面的，还是这个脚的疲倦呢？啊，是讲我的思想呢，是不是啊，搁加出来呢？啊，是我的道呢，完全无所谓，咱就爱去注意着，啊，小把刷一下，卖定金定下死。有当时看到一寡神智识呢，已经行到真远的坎站啊，行到真远，还搁外境呢真强啊，一段时间无形中又搁红盖台啊，家己还搁无觉察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咱的功名自性无明，照耀中间的无法度将啊思这思想啦，这发出来，这鬼的发出来，这量呢，你也无法度去感受到。这就闭塞再闭塞，闭塞再闭塞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就安的话呢，咱即摆修行要安怎来安住菩提心，安怎要来发心呢？唯有咱即摆。像咱即卖呢，还未开始起行的，咱开始爱用命精进开始来行。啊，那无啊，咱就啊五无啊三无，一段时间就停落来。有当时啊，像遮内底做真济神知识哦。啊，咱呢啊一半时咧行喺中间呢，那会感触着啊，有一种波浪，一直甲你压落，一直压落安尼。这就安那，这就是咱本身的这磁场量。我讲量好，咱的量，咱愈想呢，愈爱呢，也是放不下呢。你本身的光明自信，它就无法多显呢，伊就无力，电波就无力。将你思维愈重的时你本身内在的那一层的正念越来越薄弱的时候，你家己本身呢，啊，力愈来愈无，你就感觉讲，外口的这是这一切能量愈看到愈暗，愈看到。现在就好，我现在咱来做参考者。即卖呢，也有神智识，伊悟到真极的所在。不过呢，在这当中，心呢绝对不能起那些放不下，还是有所坏贪，微微的贪出来呢，你就随风压死掉了。家己唔知，就安尼话，咱就爱去啊，搁去觉察着，爱搁较用命。袂使停哩，你若停落来呢，一站你又搁无啥心袂活，一站又搁停啊，会变安呢。所以讲呢，咱就讲啊，七月呢啊，咱呢上好的条件是啥物？你讲七月啊，咱会当做啥物代志呢？是毋是我买足济物件啊，款真济，愈济愈好安尼来共用？啊，我讲，伊伫心共用，唯有是精进心的共用咧，这是上大的共用。尤其咧，你若讲这个月呢，你若感觉讲哦，我爱用什么方法会当让我的福慧双修，会当成就，我让我的累世父母会当成就，我会当做到咱啊有效安尼。现今嘛呢，已经过往的老爸老母啊。啊，是咱宿舍来父母啊，啊是即卖呢，咱啊呀，我呢父母呢，唯有念念中间，用感恩的心，你好生，你留落来，你会当生着我这色身，我甲你有缘，结着这个无价缘。所以说呢，你用什么心态跟来感恩他？我以呢，哎，究竟法，我愿呢，会当离得多嘞，我会当。啊，发到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以这个功德量呢，回向我累世父母、现世父母，你会当立刻得到往生极乐国。你这种愿力一发而已，当世的父母马上得度。你会使做啥呢？现今卖父母咧倒伫遐，袂顶袂当，你到底用什么心去甲看？反正看我边仔人较要紧哦。你敢想着父母？你对着你着的人呢，对着你放不下的人呢，你心心念念还是盖在遐，你父母都在遐，你到底有去看无？你用什么心来报复别人？
我今仔日咧会当遮自在，我今仔会当就是安尼坐咧来念佛，有这因缘才好着。我这色心是为倒来，是我现世咱这父母伊会当好咱的。那啦，那安尼时咧，搁一项，这就讲说咱的父母咧，咱用安尼回应我怎讲安尼？卡叔公咧，你即世。你即卖呢？卡叔公，你即卖呢？听到究竟法，咱要报佛恩是要安那报佛恩？当呢，将咱的发心慧命呢，已经慢慢开启出来，已经把咱的发心慧命化成啊，愿把身心奉成善。我愿呢，在更加辛苦呢，更加困难、更压力的逆境呢，我不爱停，我要助力利他，我要听到究竟法。每一个众生呢，嘛会当立刻知道，会当了解阿弥陀。阿弥陀来龙去脉是为倒来的，你到底捌阿弥陀无？你敢捌？我讲唔捌，不过我今仔日开始要来了解啊，啊是要安那了解？啊，咱就知影偌济，讲偌济，慢慢中间的做道缘一直出来，在这个做道中间的这些善知识，咱只要行者。你卡住的慢慢做到人中间的，其实无形当中你在在做人的中间的，你本身一直在超越的，因为你开始在发菩提心。所以讲呢，这修行人呢，唔当自私自利，修着家己。我今仔日的我嫁好过，我今仔日我生活好过，啊是阿公母真好啊，平平安安，哎呀，安尼我就满足了。那这样呢？你念一句阿弥陀，你用功安尼的念阿弥陀嘞，就怕生啊！所以呢，所看的是这么啊近，这么啊近着。你哪会不爱放大？你逐天咧念你无量无边的你念嘞，你心嘞，加啊长加啊多，都下加安尼极限量。你念到几世，你都还袂看到阿弥陀。要入极乐世界的人嘞，量爱大，要宏通。量大宏通，这就是佛经内底讲的咧。我顶下甲你讲的，心包太虚，量做三界。心包太虚，量做三界。心包太虚，就是我拄下甲你讲的，思跟理，思咧在思想所有一切众生，咱即马看到这善知识咧，规个拢伫咱的本性内底。心包太虚，我即马按连续讲听好无？咱这一草一木，连咱这个脚，连这所有这气世界这厝山河大地，拢是伫咱的体内底，伫咱本性内底。心包太虚，将一个规个宇宙拢甲破掉咧。恁人悟这咧，恁爱悟爱悟到这，规个这所有这众生，十法界一切众生。哇！每一个国土，拢伫咱的体性内底，心包太虚。咱的心呢，伫虚空界内底呢，对个星球呢，规个虚空界星球有偌济几万几亿，拢伫你的本性内底，心包太虚，量多杀界。为什么五道的人会讲出这种物件出来？你阿弥陀，阿弥陀，你唔通看一句阿弥陀这简单。你要念到这尊阿弥陀醒起来咧，念是真简单。你要念到这尊阿弥陀醒起来咧，无简单。都爱用，都爱我古啊拄啊讲的，你才有法度是直接弥陀世界啦。你问问咱家己，咱是唔是也欠什么啊？是唔是爱精进？咱即马有在精进，唔通懈怠，咱爱搁更加精进。还用安呢？这世都拼好命，啊拼好活安呢，啊听好吼，一直拼，啊拼好活，袂使停哩。伫咱的电缆的遮大遮的载你去摕，当下你就摕着，就这样子就讲啊，哥哥，你都爱互人安尼赶来赶去，互咧外口的磁场，外口的大只龙王甲你砍来砍去安尼。你家己本身的电缆遮大，唔发电，阿弥陀啊，这电缆遮大着，唔发电。
大家的无，那个无量光明中，这光明的摩尼宝珠唔发光，干那在乌白人诶，安尼都唔对啊！我自头甲尾就甲你讲啊，咱来我来介绍咱的国土，得介绍南岛，自头甲今日甲你见面就介绍南岛，一直介绍。难道就是安尼？难道就是安尼？我咧介绍到即嘛，你到底看到难道未？你听好无？啊！你所有，我跟你讲，你会发现说，一切的咖喱呢，是里无外法界。你展现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这些事项，连人都是假，连这一草一本拢是影现出来呀。我就跟你讲，住伫恁家，你即马伫遮呢，住恁家迄已经无去啊，你要挡也挡袂着啊，那就如梦幻泡影，加一个影现尔，你就搁想啊，一天干毋得又较早，干明仔载你就免想啊，过去就好啊，卖搁想啊，加即马当下遮个因缘呢，我要安那行，我的心内保持清净，随顺因缘而走，啊，搁明仔载发生啥代志，万车想，加烦恼个。你听哦，你边那在播播只话紧，话紧，唯有一颗心安呢，一直正念现在善念当中呢，变烦恼，佛陀的佛光普照，白虎相公一直甲你照耀着嘞，你惊你害死呢？啊，所以说呢，会修行的人呢，啊，念念中间。无念，念无念中间，念着十法界一切众生，拢伫我的本体性内底，含我是这样平等，叫做念念无念。无念就是讲无碍世间一切，我所着，我所贪，放未下者，叫做无念。念念中间拢是正念，拢伫永恒的念，都是平等的念，都是慈悲的念，都是柔软。那你看。无言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大家都是千秋千眼，每一个人的目睭的手的拢是千秋千眼，因为你的悲量无量无边，啊，你的心呢就是地藏菩萨，啊，地界不空，不世不生的，因为我的体性内底一切众生也在艰苦，伊也袂不苦，我唔兴奋哦，其实当下你已经觉悟的世界啊，你妙无？所以说，恁听话啦，恁就爱知影。我头家尾拢安尼一头一头，一直介绍难道，哈、啊，安听哦。所以啊，我爱讲啊，咱在善知识，咱内底，你既然会坐正，你既然会念阿弥陀，既然会听，会当听着这无量无边咱的体性，众生甲你佛是无分别，这种体性法，咱累世唔知修几世啊。你好欢迎哦，大人有，咱也有，不是因家有，咱家无，咱拢共一个体性，咱拢共一个本性，拢是有不佛性。所以讲呢，自己该被启发，开困，你开困过来，都是那么好用的。你要知影，这所有众生界家呢，啊，因缘法的各方面，你拢会知影，一接触世界的人呢，拢一定会知影的。安尼就好办啊。你已经醒起来人啦，啊，你也无得困啦，安怎嘛？甲得困啦，你没得困的人呢，你就哎呀，起来呀、啊，起来！难道真光明啊？你唔通阁受苦啊？你就做迄个人，啊，你的悲量而显现呢，你的真呢就显现出来，你大头你就轻大，如来家业，这是咱家己爱担，这难道的代志，唔是领导的代志，安怎无？被主书啊，哈、啊，做一挂个，哇，做偌济，你知无？你提出来我看，你那嘛无去啊？要做偌济，你知无？我那提来我看，提来我看嘛，无啊，拄啊，做偌济，你知无？无啊，你提出来我看，无啊。哎呀哦，吼，你要做加个三轮体空，就上简单的讲啊，一个人呢，我报死迄个人。我报死迄个人，其实的，你物件提乎伊的时的，我你唔免去坐，我提乎伊的，唔免搁坐伊，我提乎伊，啊，这颗心你都卖甲动，你甲试验看卖啊咧，
初步的三轮体空，无一个我布施，无一个我，也无一个伊，就像我甲一个咱内底一个神智是讲，这两个人中间的你真有福报，我趁钱乎你。啊，恁即摆对这个人讲，啊，你瑞西呢收到真好福报，不过呢是伊的瑞西呢，伊收来较早唔在布施到，你互布施到，你即摆来趁钱人做人。听起来，啊，即卖咧，这病倒转来，你瑞西呢，来欠人偌济啊？不过我感觉欠人咧，我欠人，我感觉心较安住。讲伊呢，报喜我偌济，我又看无。变作讲病倒转来，我逐工趁钱予伊啦，下当予伊拢要受苦啊，逐项拢便便，我著爱做甲要死。安尼好，我用想，我欠伊个，我安尼较快活。我讲唔对，你可以安尼又唔对，安尼又唔对。我讲唔对，你呢在这个中间呢，咱用从咱的个性来讲，哦，这就中庸了。还听无？你讲呢？啊，报答伊嘛是温情，我搁爱来报答你一个人。我怎啊欠你，搁爱做牛做马，搁爱请你，安尼无意思。安尼夹来夹去，唔是同款夹。哎，我今麦咧啊，咱我讲，咱用中庸，就是讲，咱拢共一个体性。我报喜你嘛，无报喜着别人，嘛报喜着咱家己，听无？报喜着咱家己。我今麦咧说法中间咧啊，我咧讲，我咧说法互你听，我咧道理，我讲无啊，我当时咧道理，我当时咧说法。啊，我咧讲咱兜的物件，我当时咧说法。这本来你就有的物件，我即马先生，我就先讲本来咱的物件。你得，我即马用强用，用清净无碍，用本来甲你讲话，你本来本性嘛，甲我讲一个，我是甲你这样讲话，甲家己讲话啦，还听无？用咱家己讲，咱家己，咱来介绍难道？安尼你听有袂？所以说这样听起来，当你在做当中以前的习性，感觉说红片，还是说看到好坏，还是说啊，起起高高这样，一趟事情就高不完呢。人说杂人有杂人烦，咱南疆也真烦，南疆若像这种心的做，人说女将心就是像这样，咱女将若起起高高正统的女将心，正统的奇奇格格安尼，啊，咱即马下苦的，咱即阿弥陀的心的，咱即都爱戒掉，来布施掉。即我拢无爱，本来我呢，遮尼光明，遮尼自在，遮尼，量做三界，咱的心呢，遮尼大的咱，咱就袂晓用，逐工都伫遐贪嗔痴伫遐，逐工都过看到底对甲唔对，对甲唔对，逐工咧布施，逐工你敢会忍无了噶？啊！你较紧来找着家己，甲逐工在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，搬戏呀！翁仔某就是安尼，搬戏啊！就自见面迄天哦，啊，两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你若无学过，你若无了脱哦，你若无有出世法，逐工都在搬遐戏，两工咧对搭喙齿，搭要二十年，搭咧十年、二十年，也伫搭，啊是原在咧搭遐个。莫怪恁咧两个夹拍档拢夹做伙，安尼听无？莫怪夹拍档拢夹做伙，你心量你都无放大去看外口的世界，到底偌大？本来你偌大，你夹，逐天都上迄个上尊尊，伫遐夹，逐天都夹做伙。莫怪你做翁仔某，就我做母仔，我咧感觉，哎呀，啊，讨债的啦！阮囝甲我讨钱就讲。土地来了，土地来了，你听下这句你就知道，银两还提出来，哈、啊，银两还提出来，土地来了，伊甲你讨钱拢讲这句，啊、阿母啊，土地来了，你就爱银两紧提出来啊，爱听好哈。所以说父啊，翁仔某呢，咱来拄着缘，搁斗阵呢，咱顶个合伙，咱来做伊，咱的惯性，咱嘛做伊，行入佛道。啊，咱的行了会当两个行了嘞，中间嘞咱互相勉励，同参道友搁较亲嘞。啊，
师兄啊，林弟哦，师姐啊，林弟哦，互相变，都变过去讲较早的物件，咱即摆是要安怎精进，才会当搁较提升呢？两个参详好来，无今仔日换你去，无今仔日换我，时间拢家己在配合。来动手啊，师姐姐，你今仔日内较有时间，无好我来煮饭换你去哦。啊，今仔日换伊，咱就买当煮饭互咱食，对不？啊，咱是平等平等啊，唔通我是阿公，你是逐工都宽好。即摆呢，我看一寡神的是。即马在食，你伫考袂得时间，紧来行，紧来行，看会当超越无？啊，厝呢一日在等咯，即马若无转款哦，就等下就砰砰叫安尼。咱学佛学到即马有这种毛病，恁都卖砰砰叫，你都等下较去煮煮也好，等下通宵转来，即个看到尔，啊，欢喜就死，爱听有无？欢喜就是啊，所以说呢，你们能善巧方便嘛？你下课咱来得来得，那过下课下家过，厝里等一点两点，也得等人等伊煮饭给你吃，你做饿死哟！转着着啊，怎样？啊，那卡做工工课做得真无闲嘞！啊，真无闲，咱就厝里款了烧烧，用个好些好些烘台。动手啊，真辛苦啊！啊，我较有福报，你夹较大，哈哈！哎呀，啊，是这个跟你讲笑，这莫讲出来啦。等你讲，啊，所以说咧，我跟你讲，修行都足怪，唔单一时言言安尼，哎，对对对，未晓耍，未晓散的俩。所以说修行啊，修到后半段咧，变成怪跳跳，变成怪佛。你是死佛，你听无？这是活佛啊！所以说，讲很笑的啊。哦，有时候修行的，敢那，敢修到是安尼，有当修到真白、真白、真白白到是，敢看到麦草，我即马心是真定哦。你即马吵我吼，我等下去等你去订单，你都无影啊！麦草，麦草，修行不是这样啊。所以讲呢，咱你这做人未晓做，做甲遮痛苦安尼，安尼忧虑啦，挂来来挂来去，逐项都看着敢若足大项个安尼。啊，所以说呢，修行是那么活泼自在，看什么人咯？人讲个修行啊，看人讲讲讲人话，看鬼讲鬼话，看佛毋免讲话，爱听有无？啊！所以说，有时候啊，在修行当中呢，你随顺因缘，都着什么啊？有缘，什么缘，咱就该和和啊，拢会散，唔是种急着破事安尼啊。所以说，你要看一个真修行者呢，都爱来去看咧破事安尼摆咧咧，正经无聊后的人啊，一个，咱是无亲近的，我较早亲近的遐，即卖咧妙莲长老啦，啊是讲心云法师，啊是讲遐一挂。就即卖呢，啊，你讲迄个啥地心法师，搁迄个啥海涛法师，你若甲伊当下安尼，甲因等咧两工安尼，四五工安尼，因讲拢甲你甲讲话啊，是足平凡的甲你斗阵讲话，伊则无像咱想的安尼，你听好无？迄、那个上歹流落的都是半中啊，半汤水落落桥安尼，你听好，半汤水落落桥，讲会晓又。无啥动作，讲未晓有两步子啦，落落叫安尼，一真麻烦，这上歹溜落来都是。过去就是，老师让我学外久，结果拢知呢，我哩这就是唔知。所以说呢，像这样，真歹，正经憨的人呢，人丢啊愈丢愈熟，愈懂愈懂。正经憨的人，看到每一个人，看到家己，伊敢那起迄种心，起无好的心，还是起对立的心，唔敢。阿弥陀佛了，这个阿弥陀的这种恭敬的心呢，都是恭敬着家己啊，真是安尼。所以等于对阿母的啊，对家己思想啦，较恭敬的啊。啊，你若想我等，我祝福你个；你想我等啊，我宽好好两个安尼，同参道友唔得互相的对吧？啊，真是安尼。啊，带你呐，你呐是大
等着一点两点，还袂转来补给我食，你都想着我拄仔讲的啊嘞。哎呀，佛祖甲你监督，你佫敢这个魔，哎，敢这样的心，哎，这不行啊！啊，咱的佛性是遮自在，唔通看做讲，即嘛无人看，无人看，人佛祖拢看到。听有吼，你要骗别人，袂当骗家己。听有吼，所以说修行是互相勉励，互相勉励。那佮过去拢莫甲想啊，现即嘛来甲做好啦。现这颗心甲照顾好，正念现前，阿弥陀佛甲抹掉，逐项都顺遂。一定有吼，哦，所以讲呢，修行呢，修行啊，本性呐、啊，空间呐、啊，大，你讲遮大都看无，你干呐？遮大遮大看无啊？那你即卖呢？咱即卖来讲，即卖现在的，人家买单拢讲现在对无？讲咱行，讲咱即卖，你一礼拜一只拢讲者。啊，一礼拜若无跳过，咱就同款在舞者。啊，舞到一站了后嘞，半个月过，你的精进有在超越咱个国后壁段，一直推落去啊。这是头啊，讲一个目标，遮大哩，你会当是唔通吸伫遐，唔通放袂啊。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含你遮尔密切的关系，你干呐受着一个两个尔，受着家己尔，即嘛着放大心量。啊，即卖你知影这个立体啊，咱背后嘞，咱即卖都爱知影，知影讲嘞，咱即卖一切众生含咱的什么关系了？咱爱行啊，不做拢装假卡啊，拢爱行啊。你若无行，你若能悟着这个薄就得，你讲我拢知，安尼就好咯。不过，唉，外行人，你若愈知人嘞，愈惊，愈热嘞去，唔敢害大，一定唔敢害大。我一切众生含我安尼，你清楚了，足济代志爱做，愈来加业，这大头啊，你都爱担，加你休困，啊，唔加哦，俺即个在家修咧，你会当听着遮，会当行着弥陀的愿力，你开始去行，是咱的惯俗，就是予咱修行的，爱听有无？哦，咱的惯俗。还是咱足听，还是放不下，你就哎呀，你这颗心过来动咯，哈，哎，真的泥泥糯糯呢，男众女众嘛泥泥糯糯，这颗心又过龟哥哥咯，一步步都个动，打动啊打开来的，哎，听有吼，啊，拢卖好生出来，这个过得尽快哇，这逍遥那新鲜的，哎，听有吼，是不是啊呢？你家己不家己啊呢？哈。是不是啊？应该恁讲这呢啊！所以说，在一切修行当中啊，咱用感恩的心，每一个众生在我面头前，一寡所有的基础因缘，拢会当感恩。伊成就嘛，我会成就，莫讲我拢助你啊，无咧助相，这都助咱家己。爱听哦，拢助咱家己。啊，安尼呢，这么平等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和我无关系，我嘛是共这颗心来爱。来拥护伊，这是世间呢，在这一个世间人的，你讲七鬼要安那好，你用这种心出来，就是大好。佛恩四重恩啊，你讲上报四重恩啊，佛恩、师恩、父母恩、众生恩，做一届一种报。所以讲呢，因为你们人问你讲，你七鬼死啊啦，你阮在烧金，阮在拜，你奈拢无在拜。哇、哦啊！我立眉嘛在拜，是不？我立眉在拜，我无看到，无来阮家看，来阮家看，无啊，无看，无我在拜佛，你拜我拜啊！啊，来阮家看，你听哦。所以说呢，你七鬼时呢，咱烧金呐，你以这种心呢，咱来行呢，你烧法是拖拉骨啊，烧愈济愈好，你看，抬愈济愈好，你讲的是啊。听好无？喂，我爱烧啊，烧几台啊！那做遐个钱来摕来布施，摕来供养，敢无看呀？啊，听好无？爱生福报啊，那了钱啊，烧了了，了钱烧了了的，啊，听好无？吼吼，咱可能较无在做这啦，吼、哦，或者地主啦，啊，所以说呢，为什么？在正念正法呢，会当予咱生福慧的人呢，福报一面啊，咱唔知，咱莫迷信啊，咱一切善呢，咱
合掌，阿弥陀佛，愿一切众生成就佛道，拢是恭敬的。无我较高，你较含慢。我是我的地主较悬啊，较级数较悬啊，恁遮着较低啊。咱袂使用一种心，因为咱拢觉着不行，这样便便。这种心拿出来，什么外道啦、一贯道啦、新道教、天主教，其实教名尔，那个名称而已。其实我们都是同一个佛性。你用安尼看，就是赞我的讲，会晓无？安尼就袂分别。你讲无安尼，我转来遐拜神。我唔就是，我你已经去找着敬敬法，你伫遮，你即马知影遮，你搁盯伫遮，安尼又搁唔知我讲的意思啊？你讲安尼对，我就搁来行遐，我讲哎呦，你即马已经啊起身，已经到这里，你又跳下来溜落来，直接开始行，安尼就。